好，我是来自湖南宁乡的辣妹子。给辣子吧。大家吃饱了吗？好吧。我们工作人员设一下我们的菜，然后帮我上一下我的辣椒。其实辣椒里面有很多功效，维生素嘛，醒头脑，然后祛湿气，然后抗衰老。哦哦哦！你们老了吗？是不是吃辣椒比赛啊？哎！今天你们只要完成了我说的这个小任务，你们就可以开始解锁辣椒歌了。如果没完成这个歌，就解锁不了，是不是？对。你们有智慧吗？没有，只有亚东老师有智慧吧，我觉得。哎，我们等一下商量一下，商量一下，稳住再报出答案。好。哦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樟树港辣椒、小米椒、魔红辣椒、尖椒、线椒、青圆椒、螺丝椒，这是甜椒。请你们在这个八个辣椒里面猜出午饭里面没有吃到的辣椒。没吃到的，这个觉得吃到了，这个有吃到过，我觉得这个没有，哎、对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有，这个有，这个有，大块辣肉，这有这个大块的，大块的，腊肉的那个就是这个，因为我一直在吃这个。这个有吃到过，这个没有，你吃吃看看有没有刚刚有没有吃到、这个。好，你吃。哇，真男人，甜的，对。嗯。那个肯定很辣，我试试。如果你怕辣的话，我帮你吃。这真的一点都不辣。这两个，真的不辣。哎，一直给我试吃是怎样的？我试看。这个真的太辣，真的不辣，真的不辣。让我来吃，让我来吃。真的还辣。哪里辣？这哪里辣啊？你们不能吃辣的、哦，跑那么远，骗我在这里。你再吃一口，那跟红青椒一样啊！眼泪滴下来，真的不辣，还好。哦，这个好辣、哦。你不是不辣吗？好辣，越来越辣了，救命啊！我需要水，我需要水。哎，辣的好辣，怎么刚不辣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他。哦，我赞同，就是他。因为刚才吃那么多菜，就没有那么辣的。恭喜你答对了！接下来呢，你们可以正式开始解锁辣椒歌了。啊，这个只是前菜。前菜。行，我们小姐妹辣妹组合登场啦！哦，每个不一样的辣妹，浏阳辣妹子，对，哇、哦！京东方言是体现地方文化特色的标志性元素之一。四个来自湖南不同地区的辣妹子准备了八首歌曲，并用方言朗诵。乐派团成员猜对六首，方可解锁辣椒歌重新编曲版本。如果任务失败，辣椒歌主理人艾弗杰尼只能选择原版进行演唱。来来来，我们听歌吧，我们听歌吧。你们可以先选一下想听哪个地方的。我觉得浏阳吧。对，我也跟我想的一样。那就有请你们来接受浏阳方言的挑战吧。好，看看个我兄弟看，请把俺哥哥来擦去，萌萌冲一来。为了你子来，亲爱的莫为我哭泣。亲爱的莫为我哭泣。我更加珍惜自己。啊，大约在冬季。啊，对对。耶、yeah! yeah! ！
老师还是老师，亚东哥，这就是乐派，耶、yeah。接下来想听哪个地方的？楼底，楼底，楼底妹子。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叫小帅，他正在用不可告人的手段赢得任务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我们，你能不能戴个墨镜？大大小可是棉被。莫搞配得被配个胯，配得被配个狗，打过他个狗，活着学个狗。等一下，不要笑。不是，这个自己都笑，你不能笑，从头来。等一下，这样，等一下，从头来，我要求重来。亚东老师不要笑场，好。好，我们开始重来。大大黑啊，可以是棉被，莫搞配得被配个胯。灰的被配个哥，一个哥叫嘞，大家看那个都是我的。你自己下了，这算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乐派的，我们走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谢谢。如果你再笑场，就算我们过了。不好，我不看着你们念，好不好？你不看着我们念，我们大大黑啊，可是棉被，莫搞配的被配个胯。会得被配个狗，往那个食谱在那个县里买，那就他个喝着学个狗，没那个配合也好的花我，太是个木花，往那到自家。哦，读完了，我完全没听他在讲什么。这完全听不懂。哎，那这样子我能请求吗？就是那个最洗耳的不就 hook 的部分，再重读一遍吗？我放慢倍速啊，大狗大狗，活着小狗狗，活着小狗狗，这首歌是个说唱歌，对不对？啊，大狗小狗狗，活着小狗狗，带一点点的 rap， 小狗狗，双截棍，小狗狗，快使用双截棍，呵呵哈嘿，小狗狗，小狗，快使用小狗狗，双截棍，周杰伦的双截棍，你们再想一想好不好？那这样子，你们可以在1到13的序号里面选一个序号，我们接下来就会把选的那个序号的那一句话变成普通话。哦，6666。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。周杰伦，听妈妈的话。听妈妈的话。周杰伦。